连线状态，那我们连线状态这边的话，可以去看说你目前线上成员数以及你的总连线数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看说，它是写说每分钟的平均值。你这边可以去看说，诶，那我目前看，这边的话，我目前线上成员是只有2位。线上成员只是说你内网底下的电脑台数这样子。那总连线数的话，代表是你的 session 的那个数。目前有连到发往墙再出去的连线数大概有几笔这样子，那我们这边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动作。